TVB 最近就重播紧04年嘅经典劇集《天涯合衣》，钟丽缇就喺劇中饰演一个义工，同张家辉去到非洲帮助黑人。身处战争当中嘅人，佢嘅价值观同我哋好唔同噶。我明嘅，冇事。钟丽缇喺96年参加无线艺员训练班入行，佢亦都有份演出《刑事侦缉档案三》。在05年约满之后，他就转行做瑜伽导师，还在10年和胡杏儿旧爱结婚，还生了两个女。虽然他已经43岁，不过因为热衷做瑜伽，身形和外表都保养得非常之好，很多网民都表示非常羡慕。打开香港01 App， 即刻按下面01TV 粒掣，再按上面娱乐街，所有娱乐话题涌晒出嚟啊！最热最爆，八进娱乐圈所有消息，日日有片睇啊！